有同学梦见自己被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，罪名好像是藐视法庭，请师父解梦。啊，如果在梦中发现这种被判刑啦，或者被人家抓起来了，这个实际上就是他要度过一段时间非常不顺心的一段时间，一般是3个月。哦，这样是吧？好，谢谢师傅。嗯，叫他忍耐一下，要忍耐。啊，嗯嗯。啊，好吧。嗯，谢谢师傅。